最后一点呢，就是中药治疗有效。中药在欧米克戎的治疗中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，这是基于我们前期治疗的这个经验，特别是境外治疗，应该说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，表现在它改善症状明显。对刚才我说的这些症状，尤其是发热、咽痛啊、咳嗽呀、这些症状改善非常明显。第二个呢，它的转阴的时间比较快，复阳的比较少，转重的比较少，说这几点来提示呢，这是在以往的中医治疗里边体现出的疗效，这次依然体现，并且更加的突出。